我是火，也是冰，要遇见了对手才决定我的姿态。或知不知的盛开，你的我崇拜，我的你宠爱，我让我不知好歹。你敢来我就敢爱，敢点我就该灿烂。哦，黑夜多黑又多夜长，多痛心多累人也多痛苦，这故事是我的。哦哦哦，你敢把黑夜成白，我就敢热烈真爱。看天都高，地都空，海都枯，石都烂，我爱了，只爱了，无关成败。大不了就死去来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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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是光，也是暗，但是间。我就敢热烈真爱。哦，看天都高，地都空，海都枯，石都烂，我爱了，只爱了，无关成败。大不了就死去活来。刚刚已经站起来膜拜的小雨老师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麦克风，没有办法讲话，你超棒超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想咬你36口。好 ，OK， 晋升，我没有资格讲话了。OK， 你太棒了，我爱你，你最屌。OK， 爱你，谢谢老师。你怎么这样身体折来折去啊？你不会痛吗？还可以，不会痛，但是有练习，练到哦，就是脚黑青啊，就是、有看到，辛苦了，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韦博老师，您还好吗？精神整个的状态来讲，我整天都没有拿到墨镜啊，这次拿掉了，真的是太惊为天人了，墨镜挡住我视线，我很不爽，我墨镜把墨镜丢了，真的是砸烂砸烂。这导播那个怎么被偷了？
导播麻烦帮我剪接我上一段讲的好不好？哦，是现场直播是不是？现场直播没办法剪，哎、欸。在我的评分班表里，绝对是满分。太多满分。累赘小坏蛋，但是你要先问一下，哎，脚本拿好拿好。老邱老师，你隔壁的老邱老师怎么样？这次有没有一直在进化的感觉？就我很紧张，其实啊，因为我对他期待很高嘛，对，但他今天就是又很有层次，就又性感，好像他长大了一样，然后头发也染了，对，头发染了，我就很怕，我很想让其他导师看到他前面的样子，因为他前面其实更比较单纯一点，今天突然长大很多。那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啊，正是时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要前面也看过，后面有看过，你才会更觉得他今天真的才是长大了。嗯，所以很棒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第一次看的小萱老师，我觉得呢，你全能呢。我觉得，因为你我之前也有看，然后我觉得你气场很大。你可柔可刚可甜可帅，然后你的类型也很多种，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多方位。今天看到你的现场表演，我觉得我也很荣幸，谢谢你，谢谢。